我家没带骰子，但没关系，我去给你找一下。你们带骰子吗？还是没带？OK，带还是没带？没事，苏三，我一定找到人跟你去赌博，放心。看到邮差，忍不住油画雷打响了。油条真可爱。舞姿这么曼妙吗？奖励你再跳一遍。太怪了。奖励你一个亲亲。油条，你带骰子了吗？油条。我为你找到了赌博的人，苏三，记得谢谢我。油条赌博吗？油条，油条上，油条大死他，把一管不上。邮差大死他，甩个100。哇塞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哇，悠悠你好厉害，还放狗咬你。来，苏三开牌，2 2 2，老油大死他。哇哇哇哇，王炸！苏三，你又输了。哇，你不会带三局力吧？苏三，我已经心疼你了。加油，三子！哇，又是二，有有有车，有有有有车车油！什么鬼？你要重来吗？苏三，判官都对你觉得无语。小油，打我吧！好好好好，继续来，苏三，你丢，让本判官盯着你。一，苏三，没有人能甩出这么小的数字，居然是一吗？快哉快哉！油油，随便甩一个，大死他！哇，赢了，油油！宝宝，他说放狗咬你就好了，宝宝，你不用被砸。哇，太帅了，悠悠！好，苏三开牌。哇塞，苏三，你竟可以甩出如此小的数字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哇？你们两个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啊！哇塞，悠悠，苏三，我要惩罚你，过来！竟然敢打我，你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是最强毒液，我是最强毒液，我是最强毒液。好，苏三开牌，哇三，这一次有点难说。哇，悠悠你好厉害呀，悠悠！不好，你遇到赌神了，苏三。